不错啦，其实还蛮不差的，所以我才会再愿意再借来玩。那哦，恶魔的灵魂跟黑暗灵魂，那个干，那就是经典老马游戏啊，是会啦，只是那个不是我的菜，但是会啦，我一定会拿来玩的。有一台 PS3 游戏好坦荡荡，玩游戏坦荡荡不玩吗？对。那最后一片就是这片就不是我要玩的，其实是主要是给我们的 MOD 嘟包玩的。这款叫做《电锯甜心》。对，那这款会不会玩？我个人会不会玩？我不知道啦，因为这个不太是我的菜。但是如果嘟包要玩的话，我会看是到时候是要用我的台实况，还是用他的实况台实况。对。那到时候直接打来打 No Hope Life 哦，那算了，你自己打，加油，拜！我不想要那么虐待自己啊。人形兵器，那叫人形兵器吧？对，人形兵器就是我206破关之后，如果我要借给我一个同事玩的话，他会拿原形兵器的，他会拿原形兵器跟我交换就是借游戏，因为他也刚买 PS3，我们就游戏都数量非常的稀少，我会拿2056跟他交换来玩玩看原型兵器。但是原型兵器听说剧情一二也有连贯嘛，反正这不重要。对，那目前手头上的游戏就是这几款游戏了。对，那差不多就这样吧，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好特别交代了。那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有没有我有没有漏了什么事情忘跟你们讲？应该有没有或者有什么事情想问的？因为我要收台了，就爱困呢，妖兽谷啊，这个新今天啊，什么系列？你讲了这么长一串英文，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什么鬼东西啊。哦，这个我知道，这个其实我已经破过了，我实况过了，这我破关过了。只是那个游戏我是在观众人数只有二的时候实况的，所以你们没有人知道。明天几点开台？明天有可能不会开，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今天开这么晚3点，然后大概睡5个小时或4个小时而已吧，就要起来去上班，然后又是9个小时到晚上6点。那而且最近我是麦当劳外送员嘛，那我其他两个同事出车祸，就是没办法来上班，已经少了两个同事了，然后又外加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告诫你们呐、啊，顺便告诫你们还在打工的各位小朋友们呐、啊，有班排班就不要翘班呐、啊，不想上班就打电话跟店里讲一声，不要无缘无故就不来啊！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今天突然不爽来就不来，会造成其他多少人的困扰啊？人家为了顶你的位置会累得要死啊！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最近因为店里人手不足，又加上不稳定啊，动不动就是会有人翘班啊，或是干嘛的，所以就是会那个，像我今天原本8点整就可以下班的，拖到8点半之后才下班吧。原本还有可能会被拖到10点，但是我都不行啊，拖到10点我明天就阵亡了。对，那开台哦，基本上啦，我还是昨天就其实试过一次啊，做个开搞个那个叫什么啊，开台预告，但是那个叫什么？但是我后来还是想一想，不知道我觉得开台预告有点懒。对，我其实很懒得做开台预告，我都是因为我不太想要跟你们预定说，应该也有蛮多新观众了吧？最近就顺便跟你们讲一下，我不太做开台预告，原因是因为我可能今天一直想说，我今天下班之后，我可能5点下班好了，我今天6点或是7点一定要开台，我今天好想开台，我7点想要开台，然后我可能还没上班，我可能刚上班前我就发预告说，今天晚上7点整，不见不散。结果5点一下班之后，干回家累得跟狗一样，像猪一样。然后一到家里一躺下来吃个饭，然后就啊就这样睡就过去了，或者是说突然好累哦，
突然就不想要开台了，等等因素，然后就变成，哎，那我今天发了一个实况，我发了预告说我要开台，那我就又要另外说，哎，不好意思，今天跟你们讲了一样要开台，然后结果不好意思啊，我今天真的很累，我没办法开台，或者是，对对对，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或者是说有时候也是很心血来潮，就是说，我可能今天原本想说，哦，好累哦，好冷的开台哦，哦，干，明天要上班。不想开台，不行不行不行！就坐在荧幕前面坐了2秒钟之后，哎，我就开台了，就这样，就突然，哎，突然一个有兴致，然后就开台了，对。然后所以，我通常比较少做开台预告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某些游戏啦，特定的游戏，就是我如果觉得，哎，观众像你们会喜欢的游戏，像你们很喜欢。你们很喜欢老马的游戏嘛？那像波斯王子有没有这一种？你们就一定很喜欢。这一种，我就会跟你们讲，哎，这一种我就会配合大家互相配合，就是这种。哎，大家都喜欢看老马，哎，波斯王子我要开，今天会开哦。好，那我就发一下预告好了，那样你们就可以尽情的一起老马。或者是如果我今天哪天 key 笑，我可能脑袋头个破 key 啊，我突然说，哎，我要玩玛丽猫。然后玛丽喵，你们一定会看这个，我知道你们就最喜欢看这种啊，你们就是想要呛我老马，我懂。魔女之交，看，魔女之交，就是我知道这是一款很棒的游戏，可是我有种抗拒耶，不太敢玩呢，因为嘎嘎很恐怖哎，我今天看立宪，妈又被吓了屁股尿流，你们居然啊！到底要不要玩魔女之家？会不会被我排到很后面的这一款游戏？我胆子很小的，没看到我刚刚打那个神父而已，就吓得屁滚尿流，都不知道被妈咪吓到几次。有些看被吓到哭，有些哦，立宪玩得快崩溃了。对呀、啊，不要啦。我还记得那天黑熊玩完之后看 WW 就了贝尔1207就变成 Black 贝尔1207了，对。哦，水沟爆水沟盖跑法没问题啊，我开86啊。对，然后我想一下，鱼竿都玩了，黑熊快上，鱼竿最强啊，还在日文就在玩了、啊。利剑今天毒很大，然后毒什么太可怕了。然后还有什么事情要跟你们交代？应该没了吧？对。然后没意外的话，虽然今天已经10月28号了，但是最近开台的频率有算比较频繁一点啦。那就是，可是我11月份的话，可能开台会比较少，因为我11月份有事情要忙，应该也不是说有事情要忙，是该忙了。是哦，哎，那个轩哥，你等一下用 LINE 敲我，对。玩失眠撩是什么？跨博啦。好了，那就应该就这样吧。还没有什么事情要问的啊？没有的话，我要现在几个人呢、啊？太多人的话，晚点点名可能会脑溢血。真的要点吗？让我看一下。这你们好意思叫我点啊？人好像有点多。我之前在别的台看到神父有 bug 打法，用什么 bug 打法？像我这样土法炼钢才是真男人，好不好？男人就是这样子啊。哎，我的，哦，好，对。好了，那就好吧，就当做点名好了。那个 DESOLVE 晚安，然后还有狼78522晚安，然后 D95414219 晚安，还有小夏晚安，还有 QAZWSXSWZAQ 晚安，还有QWER7979。二晚安，还有胖胖圈，哎，胖胖 Ben 晚安，还有 Mu 麦怎么念？Mugo 还是 Mugo？
MUGO5408晚安，还有 PX22266 晚安，还有 Olen 晚安，想必今晚都是神父的声音，我要干爆他。Fug0002晚安，猴子晚安，还有 A931177A 晚安，Jacky954244晚安，还有 STACIEY623晚安，QAZ96523晚安，还有我们闪电侠晚安。还有叉叉 EN 晚安，还有 Waddle 晚安，SOS 15921529晚安，Magical Melody 默默晚安，还有妞妞晚安，还有多魔晚安，还有 LIGH Light Frost 01晚安，还有微光晚安，X28794晚安，R88256晚安，还有豆豆晚安，还有 Marco 2010024晚安，还有 ST。23174777，然后他没有说晚安，但他用很可爱的表情呢、啊。晚安，Flower 30150，晚安，凯婷6166，妹红炭，晚安，还有 EDANNE 9166，晚安，还有 KARTA 2511837，晚安，还有 OSE 9231130，晚安，还有 RG 晚安，天发晚安，还有。这怎么念？Roy 还是 Roy 啊？反正 ROYLEE1214 晚安，还有 MIMIHATAKIKA 你 MIHA 哎怎么念？MIHATAKIOKA 晚安，还有张张 Ayumi 晚安。你要去管西门台，你说西门夜说吗？还有小光晚安，还有。小绿豆晚安，今天会不会梦到神父？不会，绝对不会。好了，那我就玩起来。好嘞，还有14981047425，晚安。Could be my unintended.
好，现在时间2012年10月28号的凌晨3点14分。那此时此刻是礼拜天，假期还有一天。那祝各位今晚有个好梦，然后最后一天假期能够过得开心。大家晚安啦，大家拜拜。